新流量，专治你高冷病。网友百万春哥给我们留言问，难道你们不觉得 ATM 机上的零零按键是个没用的设计吗？其实呢，这种要分情况，像我这种账户上永远拿不出四位数的人来说，确实是个没用的设计啊。听说大家最近在讨论平胸是什么感觉，本女生是无法体会了，但刚刚分手的奶茶妹妹肯定是有心得的。平胸跟丑，如果必须选择一个，那我还是选择丑吧，毕竟还可以无条件的请假哟。听完了上面的请假新技能，一美女同事匆忙地跑进了洗手间。哎，老板老板，你先签字同意，别晕呐。长得萌叫猫，也长得丑就叫暖手宝了。长得再丑也丑不过猴喽，只要有才艺，丑点怕什么呀？大圣大圣，快收了神童吧，这是哪路神仙教你的杀人舞蹈啊？人靠仪仗，臭靠华壮，悄悄问圣子，论家媚不媚呀？虽然我长得像吴彦祖，但是也驾驭不了如此张扬的发财头啊。妈妈你别拍了。大哥，虽然我读书少，但我也看得明白，这不叫抓拍，这叫掐脖领子拍呀。丑不见得没对象，首先要分清养的鱼跟吃的鱼。遇到这样脑残的计算器，我有种在智商上碾压他的愉悦感。每次我都是这样送喝醉的小伙伴回家的，我的一小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。妹子，除开美与丑之外，性格也很重要的，你这么彪悍，你爹妈知道吗？很多人在圣诞节都没有收到圣诞礼物，其实是这样的，圣诞老人本来背了一大袋子的礼物，但是看到你桌上 iPhone 的六爱马仕的包钻石的大戒指，他改变了主意。大姐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女生有药的亮亮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东。啊，怎么办？箱子好重，抬不动。不要怕，我来。起，走。同学你好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箱子吗？你就帮我看一下就好了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同学你好，哎，我要问一下那个馆外那个有个叫橘苑地方怎么走啊？橘苑啊？对，他们说好像是个饭坛。橘苑就是这里走过去啊，走过去是吗？哎，同学，我箱子呢？哎。啊！我刚刚还在这儿。我箱子好大一个的，这么大一个箱子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刚刚他有过来问我路，然后我跟他一指路，这么大的箱子你看。同学你好，我们在录节目，谢谢你。啊。如果灿烂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，可以帮我看一下箱子吗？我很快我就在那里。嗯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那同学要问一下，全家怎么走？直走。报完亭右手边。不是不是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绿的那一是不是？就全家入手就可以走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同学，我的箱子呢？同学，哎，同学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箱子吗？我去叫一下人帮我搬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就在这儿。哦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同学，我要问一下，全家你知道怎么走吗？到那个吗？玩的，玩的。马路口右拐，右边是那个吗？远风带
同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箱子吗？我去叫人帮我搬，我就在那里，很快。不是有人在？你帮我看一下下就好，我马上就好。同学你好，哎，同学，你要问一下那个菊苑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不是说从这边可以穿过去吗？这边能穿过去吗？就直接穿过去不会最快吗？我想从这边穿，你们帮我指一下路。我自己掌控，看自己可从。食堂还是？食堂啊，食堂朋友跟我打赌，说一个月之内能瘦30斤，而且方便快捷，绝不反弹。我可不信，当时就说好，如果他成功了，我连续请他吃一个月的午餐。不说了，到饭点了，我该请他吃午饭了。想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成功减肥的吗？赶紧在女神有药的微信里回复棒棒哒，试试看吧。各位病友，把你们身边好玩的人、好玩的事、好玩的照片、视频、音乐，一切好玩的，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们。只要被节目采用了，我们将送上一份诚意满满的礼物哟！快扫我们的二维码吧。